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lly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所以呢，今天虽然是初一，但是我们没有出去拜年，所以我就在家里拍淘宝，看一下啦，很多的淘宝包裹都到了，淘宝 ，OK，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所以第一样，我们就来开这个吧，来看一看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打开，哦，这是什么呢？是一件这样的衣服，开一开，看看是什么呢？哦，是我买的那种短版上衣，短版上衣可以配高腰裤啊，高腰裙啊，都特别好看哦。哎，怎么会有两件一样呢？喂，怎么会有两件一样的呢？都是一样的呢？看来要送给妹妹穿了。那我们就来开这个吧，看是什么呢？有点透明的防晒的，可是好像有一点大件了，有点 oversize 了。那是什么呢？这应该是我买给妈妈的，姜黄色，应该是一件 oversize 的。哦 ，OK 啦，是一件 Shiba Inu 的衣服。哎，要看看看 Shiba Inu 的衣服。哦。这是一套的，是我买一套的，它是这样的，有一个粉色的裙子，这是一个粉色的上衣，很美耶，这个应该是我蛮期待的一套，哇，好短哦，好小件哦，不过应该 OK 啦，它是一件这样的上衣，很美的，跟这个呢是一个裙子。这样格纹粉色格纹的裙子，是这样一件上衣，看起来是蛮配的啦。下一个呢，我们来开一个箱子，箱子一个盒子的吧。这个的话听起来应该是我的染头发的东西，买了很多个，一整年都不用换了。哦，就是这样。一盒的哦，它的盒子都凸进去啦，都凸进去啦，还有送一个黑拼。 OK，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这是一个短袖黑，哦，这也是我买给妈妈的 Stitch 衣服， Stitch 看到吗？ Stitch这布料也不错呢，哦，有点小，就是这样的一件 Stitch 的衣服，一件 T 恤，哎，那是 Stitch 跑哪去了？哦，这里后面有一只更大只的 Stitch， 看到吗 ？Stitch 的衣服 ，OK， 下一个呢？下一个是个大红花，有点奇怪，这个也是我买给妈妈的。这个衣服，哎，红色的，新年就要穿红色嘛。哦，这件就有点大件，个熊这样的，蛮不错的，配一个长裤或者是短裤都可以穿哦。出门啦，错吗？是一只这样的，这些布料都蛮 OK 的，又很薄，哦。好多垃圾哦！你看，下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呢，黑色短款。这个应该也是我买的一个短款的 T 恤，因为我其实蛮多长款 T 恤。哦，
好厉害哦，直接把它两层里面那层给拆掉了。OK， 诶，这是一个这样的蝴蝶的衣服，可是我记得它是蓝色会亮的，它怎么变成黑色了？它是这样的一款短版 T 恤，这个呢就感觉这个布料好像有点热啊，有点棉的布料，没有这样好穿的感觉。开这个吧，这个我看它写蚝油开蚝油神器啊，不是开蚝油啦，就是我看到哦，就是我们倒蚝油那些啊，不是要往啊就要很用力倒它才会出来，因为有气压的关系嘛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，像我们开那种宣布这样的。我现在有给一个杯的，它就是可以这样，它是这样的，然后它可以插这个管吧，就等下再试看吧。啊，就是类似这样插一个管，然后放在那个蚝油瓶子，你就可以按啊，应该可以装了这样，你按啊，按啊就可以直接蚝油就可以出来啦，就不用去特地倒倒倒倒倒又倒不出来的衣服啊。哦，这是我之前买过的，我觉得很好穿的，它是因为这样，一件这样的，嗯，是这样的上衣啦，这样的，有一点 V shape 的 ，V shape 的，嗯，可是这布料好像越来越薄，变有点变薄了。是这样的衣服 ，OK。下一个就是这个，这个我应该知道，这是紫色的一件连身裙，很普通的一件连身裙啊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没有浅紫色的。哦，这么大件呢？就是这样一些的连身裙，哈哈，好像有点大件。连身裙只能这样紫色的，不错啊，懂了吗？应该都是衣服吧，还是裙子？啊，这个是我看到我妹妹买过的，这是一件夹克的。概念，夹克的概念，哦，好小哦，它是这样的，这件应该不配我现在穿了，应该配黑色或者是蓝色，哎，不是蓝色，黑色或者白色的衣服，你就这样套上去，嗯，不错，满意，啊，这件也是好看。这样一件的白色衣服，这里有他说西瓜红了，应该是西瓜红的，这个他的领啊袖子啊是西瓜红，是这样啊，蛮美的。最后一件啦，你看看是什么呢？嗯，他就写衣服短袖，打开吧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买来配那个夹克的那一件衣服，然后它的布料是这样嘛，像有点踩雷啦，这样哦，怎么像校服呢？我好像是买那种棉的布料的，看错了吗？那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，有领的。我就是要跟它来搭配这个的，怎么好像在配校服呢？配这呢，这样子穿的，是好像不是很好看的这件。它的布料就是有点很透的感觉，看到吗？不像我们那种以前校服的，而且不是那种好穿的校服，有点廉价校服的概念。没办法啦，大部分。其他都很满意，大概有没有？那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